揸个老字啊 ，sorry， 补翻。呢、这个啊，呢、这个系啊。呢、这個係唔需要點，唔需要勾噶，即係唔需要撇咁樣得噶啦。都得㗎，可以撇落嚟都得。好，你想引一篇唔係咁多人聽過嘅嘢，我所知就係啊，叫日日，個名已經好特別㗎啦，叫日日。咁你想引其實好多嘅詞或者詩咧，尤其詩咧係冇名嘅。感生無端五十年，一言一處詩華年，莊生曉問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啊。嗰首其實冇名，叫無題嘅。後屘係因為佢太多無題啦，於是叫感生，叫第一二個字。相見是難別亦難，東風無力百花殘。春殘到此思方盡，立句成灰淚似幹，又係叫無題嘅。昨夜星辰，昨夜風，畫樓西半桂堂東。身無彩鳳雙飛翼，身有靈犀正通。又係冇名，叫無題。李商隱好多詩出自內心，係嘛？文清。啊！唔滿意呢樣，唔滿意嗰樣，講出嚟，講出嚟就講出嚟，出咗噶啦，就唔好諗住人哋會編輯出版攞 ISBN 噶嘛，係咪？咁你要攞出版權，咁係你嘅事啊！佢冇諗住呢啲嘢，所以佢淨係寫咗吟咗，吟咗詩就得啦。咁你攞咗覺得好靚，真相模仿，又諗住出書，驚冇一個系統，你冇嚟打開個目錄，全部叫無題嘅，無題第二頁，無題第四頁，無題128頁，咁點算啊？邊首啊？於是乎就。
有啲嘢有名啦，啊錦瑟嗰啲，後屘加嘅，即等於孔子同啲學生講嘢，講完成大段嘢，咩語錄體咁點啊都要寫噶，學而咯叫，係嘛？揚課第幾咯咁樣，咩意思？所以佢呢度咧其實講緊嘅咧，就係佢日日叫個名俾佢，有啲叫春日嘅，係有啲叫春光，有啲叫日日，啊。日日春光鬥日光，春光呢個係指春光明媚，咪啲鳥語花香啊、生機勃勃啊嗰啲咁樣嘅嘢。春光百花爭爭豔啊，日光啊和煦和暖啊，所以呢度日春光鬥日光意思就係春天啊欣欣向榮嘅景色，咁嘅意思。山城斜路杏花香，好靚啊，好普通嘅寫得，但係好靚噶。山城依山而建啊，行上去行落嚟郊遊咁樣樣係嘛？咁啊～有杏花的香味咁嘅意思，但後面嗰兩句咧一個轉折就唔同講法啦。幾時心水運無事啊？即係幾時心入邊如果冇嘢嘅話咁嘅意思嚇？幾時可以心水就係心水不靈啊嘛？佢呢就係心水無事嚇。得及油絲百尺長，油絲係咩嚟嘅咧？唔好誤會，唔係頭髮，頭髮百尺長係鬼嚟噶啦。佢呢度嘅油絲係講緊啲蟲啊，春蟲或者類似蠶蟲嗰啲吐啲絲出嚟。大家聽過千絲萬縷嘅啦，關係複雜啊嘛。大家聽到心水不靈啊嘛，係咪？佢呢度嘅意思係指油絲可以拉到八尺長，中間冇打擊嘅，好柔順、好順暢、好理順咁，即係心情好靚，係冇嘢煩係咁嘅意思。所以呢度兩句嘢嘅轉折點係好大嘅，各位。佢嘅意思係話咁嘅春日暖光，咁嘅山城小嘅風光，小城嘅風光。如果幾時我可以心入邊冇嘢煩嘅話，就可以靜靜地欣賞。咁即係而家唔得啦，係嘛？幾時呢兩個字用得好，係嘛？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黃昏都係佢嘅。夕陽無限好係好啊，夕陽啊嘛，好靚彩霞。只是近黃昏，年紀大啦。人到暮年啦，只是呢度咧幾時啊？所以你要明白個意義就係個詩人借啲語用兩個字講出嚇，即係等於話哇，西班牙個小路真係好靚，哇馬爾代夫水清沙又真係好正，哇幾時可以去就好啦，咁真係去過啦，係嘛？哇成班放工喺芝蓮三星食嘢正啦，係幾時可以去？而家仲 OT 緊啦，真係。所以幾時咧證明佢未有。未有那種心水運無事，未有那種油絲百尺長，這個是他想表達的東西。所以前面那兩句和後面那兩句反差是很大的，啊，這樣的意思，啊，這個是比較有意思的，啊，還有一堂至兩堂到了解說，接著就會寫一些跟珲春有關的東西，okay？ 是這麼多。